谢霆锋上周首播的节目《十二道锋味》播出后有赞有弹，几乎所有人看完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整个节目很有电影感，拍出了大制作的感觉，但是对节目本身的内容就有点不敢恭维。除了他公然跟范冰冰在法国街头调情，两人又以兄妹相称，看得观众全身掉小米。到了第二季变回了全男班，霆锋相约张家辉和房祖名到处找吃，他跟张家辉更到香港的菜市场买菜，但是又唯恐人家认不出自己，出发前要乔装一番，结果张家辉就把一顶假发套在霆锋头上，来不及反应的霆锋当时回了这么一句，大家当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加消音效果，因为霆锋用粤语脏话现场回敬张家辉，但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是没有特别处理的，看来该节目的制作人员把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把电视变电影当中，但对于节目的内容本身就不太重视。其实这已经不是播出节目的电视台首次被人吐槽，之前他们制作的《爸爸回来了》就把吴尊跟赤裸上身女儿奈奈洗澡的画面没有经过处理就播出，虽然写实度相当相当的高，但是也暴露了节目制作不够严谨的弊病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